精彩。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亚洲之星。那么礼拜三是不是又跟我之前所说的一样，很多投资朋友你一直还是在关心指数？说真的，全国投资朋友你都可以做见证，会员朋友你也可以做见证，我马老师我手上我没有金融股，我手上也没有大型的一些指数成分股，我担心指数吗？我真的不担心。我也一直告诉大家，你要赚钱要获利绝对不是看指数。今年以来大盘从7627涨到9430，指数涨了这么大一段，1800点呢。投资朋友，问问你自己，你赚到了多少？如果你还是看指数，没有选对股票，没有做对股票，我告诉你，这一波上来，甚至接下来，不管是12月还是明年，你的方法一定要改变。很多投资朋友其实都一直告诉我说，马老师，真的，我今年前11个月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什么赚到钱，甚至股票还套在里面，要等解套。投资朋友，说真的，接下来在农历年之前，1月27号就要过年了。明年1月27号之前，你有没有准备好这些开支？不管是给家人的红包，出国玩、出国旅游，还是国内旅游，换新屋，还是要准备年终奖金，准备小孩子的学杂费，要换新车呢，还是要保险费、医疗费这些杂志费用？快过年了，你这些钱准备好了吗？说真的，选对股票，我一直告诉大家，在封关之前，怎么样累积财富？周周 Lucky Seven， 周周 Lucky Seven， 7%真的不难。怎么样快速精准掌握超级的大红包？这个 Lucky Seven， 你说马老师，我先不要讲这些内容。你看我节目今天少告诉你的股票，要赚7%很难吗？来，3532的台盛科，今天呢亮灯涨停板哦，这个股价还没有出来，你仔细看，3532的台盛科今天亮灯涨停板，要赚7%很难吗？6488的环球金今天涨停板，开个平高盘要赚7%，真的很简单。甚至1560再生晶圆的中沙，9300张，哎，今天差一毛也要亮灯涨停板。投资朋友，说真的，封关之前，怎么样帮助你自己？有没有帮助你自己累积财富，累积真正有获利的条件？有方法，要跟对资讯，不要自己说一直告诉自己啊，指数没有空间，很多股票我还在等解套。说真的，你手上如果是弱势个股，大盘一震荡，你的股票可能又破底了，怎么办？你跟我之间的差距为什么会越差越多？来，慢慢进入今天的主题。投资朋友，你说5兆的半导体大投资，市场有这个需求的时候，台湾的科技业、台湾的厂商能够抓住这个机会，你要不要掌握？你说马老师，真的我们台湾有这个机会吗？之前我在全省至少6次讲座，30几块的台盛科，我告诉你，明年开始量产，大陆整个它的半导体12座晶圆厂，好，12寸晶圆厂开始量产之后，对整个半导体细晶圆的需求是真的需求量很大。你看看台盛科，不要说7%啦，投资朋友，这一波上来多少？80%多了。已经80%多了，你如果还是看指数，马老师，指数涨到1000点怎么样？也不过只有500多点、600点而已啊。你如果选对股票，你说大盘这2个月，11月到现在，大盘指数涨很多吧？没有啊，台盛科涨了多少？
84%，84%，够不够？特别观察一下，我节目上告诉你什么？这个趋势，这个主轴，全市场上，为什么我事先告诉你？我能够抓到方法，我能够抓到这个产业趋势，这是未来主流的时候。投资朋友，如果我再复制一次，我再复制一次台盛科低档，真正还没有大涨，开始慢慢发动的时候，我带你再复制台盛科的成功模式。你说你要不要？你说我当然要啊！我今年前面11个月我都没有赚到，最后到农历年之前还剩1个多月，我要赶快把它拼回来。那你要怎么做？去设飞镖吗？我现在所说的，我昨天、今天传真稿，礼拜二、礼拜三会员的传真稿，你都可以去看。这些个股，这档股票，为什么我在锁定？我在复制台盛科的模式，复制冰川的模式，低档，还没有正式发动之前，带你锁定大陆1500亿美元。1500亿美元，台币5兆的半导体投资，它要从半导体的自制率7%提高到70%。未来14座12寸晶圆厂陆续量产，你说这些半导体相关的设备股，甚至包含材料，这些股票会不会大涨？你看到的台盛科、环球晶、中沙，都是跟12寸晶圆相关的一些设备跟材料个股，有没有大涨？真的都大涨。我说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说大涨80%的台盛科叫你去追，我要复制的来，真正起涨位阶，真正刚开始起量的时候，还不是涨停涨停的起量哦，刚开始起量，但是股价呢还没有那种涨停涨停的气势之前，刚开始发动的位置点，你说好不好？你要不要？我真的，我每天很认真、很用心，帮我会员找这个机会，找到这个机会去买。说真的，这些个股的机会，你如果回头看看，12寸晶圆相关的材料社会个股，台盛科今天是不是又创新高？跟指数有什么关系？冲到62.7，环球晶涨停板108.5，跟大盘指数有什么关系？中沙是不是今天差1毛62.3也要亮灯涨停板？你说9000多张谁在买？我告诉你，真正看懂行情的，会带你低档布局，而不是在你去大涨之后去追台盛科80%的位置。那么，马老师，我要帮你复制冰川的模式，复制台盛科的模式，真的有机会吗？我说我要带你复制这种冰川刚起涨的模式，冰川大涨上来，哇，好多分析都在追，非常感谢，已经多少？1.6倍了耶！我说我在复制台盛科真正在起涨的位阶点，来，你仔细看，台盛科起涨的位阶点什么位置？6600点，这1年半，说真的，1年半，横向整理还没有大涨哦。我叫你买，至少，第一个我不会害你。它真的在低档横盘了1年半，横盘了1年半，它上市以来最低大盘的位置点6609，它就是在6600点位置。你说？低档的股票，为什么我在这边叫你去买？因为它已经正在开始发动了，它已经正在开始发动了，它已经正式开始在发动的时候，你要不要进场？这是月线对照大盘9368，它在6600，这是周线，是不是一个大颈线？这是1年半。至少今年以来8个月大颈线在这里，我不希望说突破涨停板你才来去追。整个基本面的架构
有没有这个条件？接货订单，而且是大单，开始要发酵的时候，我说我在复制真正好的方法，冰川的模式，台盛科的模式。我不是叫你去，今天的台盛科涨到62.7块，我叫你去追，绝对不是。80几%了，我叫你去追，你说马老师这边去追的人讨卡派克呀，为什么不这边买？对，真的要买当然买低档嘛。我说这种低档不是涨停板哦，今天还是压回洗盘，我还是带你去买进。为什么我会带你买？投资朋友，来来来，产业趋势相对位阶，谁告诉你一年半的大底结构没有大涨？基本上我不会害你啊，基本上我很用心找出来说，这些产业的趋势，你看到大陆1500亿美元半导体投资，明年开始要陆续量产14座，越来越多哦，14座，本来是10座的，慢慢增加到14座，12寸晶圆厂陆续要量产，量产之后，礼拜三台盛科亮灯涨停板，环球晶亮灯涨停板，中沙还差一毛就要亮灯涨停板，我买这一档，我不是叫你去追台盛科涨停板，不是叫你去追环球晶涨停板，我买这一档。这是什么股票？来，你再看一次。会员朋友，今天传真稿都有写这一档，就是这个位置，传真稿都有写。带你去买进，也跟你分析，跟你说我为什么买，让你真正知道、看到、买到，将来有机会再复制一次台盛科的模式，你说好不好？你说好不好？这个位阶点，来，你再看一次，一年半，6600点的位阶，礼拜三还在6600点的位阶。我说我要带你复制整个冰川的模式，它的位阶点真正还在低档，还没有大涨。全市场谁能做得到？只有我马老师。你看到礼拜三台盛科涨停板，环球晶涨停板，中沙差一毛亮灯涨停板，这一档呢，6600点接获了大陆的大单，股价还没有发酵哦。股价你如果再看它的周线架构，来仔细看，是不是一个大底结构？还不是冲上颈线叫你去追？当然可以买，你不要乱猜，我也不希望你猜，好像叫你去替我会员抬轿，不需要。真正想跟上脚步的，好好把握中场的资讯，我们马上回来。我摸了，对的，摸准，别打，好。你累了吗？宝利达蛮牛，精力充沛。宝利达蛮牛，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，今年20余年实战经验。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，集中三档个股操作，专做主升段发动点，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，亚洲投顾最佳选择，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他不但可当行销企划，又可当公关秘书，也是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，更可当采访记者。因1111有多种履历，凸显他多元的才华。更有一分钟动履历，第一时间展现您的光芒。1111人力银行。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，今年20余年实战经验。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，集中三档个股操作，专做主升段发动点，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，亚洲投顾最佳选择，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每样都想吃，哎，怎么办？快去贵族世家，哇！
怎么可以这么划算呢、啊？幸福就在这一刻。维族世家，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，经研二十余年实战经验，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，集中三档个股操作，专做主升段发动点，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，亚洲投顾最佳选择，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家庭主妇手艺要好 ，HCG 厨房五宝一样都不能少，超强活力又节能，大火炒菜味道好，油烟一点都跑不掉。猪家唔给阿扣扣扫哦，碗盘洗好 ，My Spa 杀菌除臭卫生好，给阿猪贵哥，奶奶去洗辛苦，放轻松。早咖五 HCG， 行行拢熟悉，厨房五宝 ，HCG。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欢迎回到亚洲之星。在节目上，我不断的跟你重复，投资朋友，你不要受指数影响，抛开指数的观点。今年以来，大盘指数涨了1800点，很多投资朋友一直看指数。结果报错股票，选错股票，今年前11月没有获利，真的非常可惜。我不要说别的，我知道今天台盛科亮灯涨停板，全市场好多分析都有台盛科了。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能够再找出台盛科起涨的位阶点。这是我的方法，隐形冠军操盘术。为什么我一直跟你强调方法很重要？你要跟对资讯，不要跟错了。不是说大涨的台盛科、大涨的玉金光才叫你去追，绝对不是这样子操作。来，方法，我节目上、我的现场分享会里面，我讲过很多次。一个股票的底部完成，买起涨、买洗盘、买主升，这三个位置点你都知道。对，后面要赚这个主升段。谁带你做？我不喜欢那种台盛科涨上来了，哇，好多分析都有台盛科，然后冰川涨上来了，好多分析都有冰川。谢谢替我们会员抬轿。观察重点，来，就像今天我给你推荐的主轴，为什么台盛科、环球金、中沙今天都大涨？大陆1500亿美元半导体投资，未来接下来从今年底到明年后年，12寸厂陆续要量产了。台盛科涨停，环球金涨停，中沙差一毛涨停板，你都看到了。那这一档呢？这一档我说我复制台盛科模式，复制冰川模式，要不要把握这个机会？不要，好像就跟冰川跟台盛科涨上去了，好多分析都来抬轿。我不喜欢这种感觉，真的。虽然说替我们会员抬轿，我说这一档股票是什么？6600点的位阶。第一个，它在这个位阶点也还没有大涨，也盘了一年半，不会害你。它真的有接获大陆的订单哦，真的在明后年开始要开出来受惠了哦。我说我在复制冰川4000点位阶的时候。起涨成长的模式，后来你看到冰川13块附近一路涨到34.65，真的涨了1.6倍。我不要跟你讲说10张赚多少，100万赚多少，光是一个冰川，我胜过多少分析。再来，台盛科10月31号第一天发动的时候，我还盖牌告诉你说这个是3600点位阶。3600点位阶，你不相信？大盘回档的时候，11月11号，我在节目上买点、扣讯点都告诉你，有没有？11月11号压回来，台盛科35.7，节目的截图来，35.7，我在买台盛科，我们把这里放大一点，
那个时候11月11号，大盘重挫200点，我在买台盛科35.7。大盘重挫200点，我在买台盛科。今天亮灯涨停62.7，这是10月31号，有没有？第一天发动的时候，10月31号，这个地方是11月11号，大盘重挫200点，我在35.7买台盛科，是不是买起涨？买洗盘？62.7，你看到今天台盛科再度亮灯涨停板的时候，不要说什么加码单之类的，低档上来84%，投资朋友，低档上来84%，你说这个个股跟指数有什么关系？真的没有关系。从7月份、8月份、9月份、10月份到11月份，甚至12月份，我一直在节目上给你证明一件事情：选股操作真的跟指数没有关系。这个接下来重点里面，到封关之前1月27号，累积财富怎么样？周周 Lucky Seven， 你说周周 Lucky Seven 赚超级大红包很难吗？投资朋友，你看看今天的台盛科，我们不要说波段啦，台盛科今天赚7%很难吗？投资朋友，你再看看6488的环球金，开个平高盘有没有7%？甚至还包含1560中沙，赚7%很难吗？盘面上的机会真的很多，谁带你做？关键重点在选股跟操作。就好像郁金光，有没有？郁金光12月8号大跌5.4的时候，全市场上告诉你拉回机会，我说在洗你的持股，一直到今天，马老师真的耶，郁金光到120.5的时候涨了多少？1.5倍。礼拜二融券还在增加8700张，你说礼拜三有压回来一些，你认为它会回档多少？我昨天还特别告诉你，礼拜一还告诉你星象的模式它是怎么嘎空单，嘎到4月22号322.5全部回补。这种郁金光的模式，说真的，如果再复制一次，你要不要把握？你说有的话，我当然要把握机会啦。来，复制郁金光的模式，这也算是一档光学镜头股。它不是郁金光，它跟凤凰光有关，它跟凤凰光有关，还蛮饶舌的哈。11月营收月增28%，前三季赚了3.3，你说它的一个下降收敛形态，三角形收敛形态，今天不是叫你去追涨停哦，今天是叫你买在平盘下，会员是买在平盘附近，收盘也是在平盘附近，你说可不可以买？营收成长有获利，又是在复制郁金光的模式，它跟凤凰光有关，有没有机会？当然有啊。那跟指数有什么关系？我不是看指数在做股票，而是真正找好的机会股。我很用心，带着我的团队，每天花了很多时间，把好的股票找出来，介绍给我的投资朋友们。你说郁金光的模式，这个技术面形态，有获利，有成长，又有爆发性的条件，今天在平盘附近买进，不是去追高哦，高点不是我追的，今天在平盘附近买进，很难吗？用心啊，真的。很多老师在比较的不是比涨停板谁比较多只，而是真的用功用心，真的能够用心带会员。当行情来的时候，当机会出现的时候，第一个时间掌握，这样子不是很好吗？你说郁金光你看到了，那这个光学镜头股它跟凤凰光有关，成长、获利、基本面我都帮你找好了，价位今天在平盘附近去买，
你说有没有机会？你要不要把握？马上，真的快过年了，我不希望说你到一月底你再来准备，现在准备的时间是最好。马上一月底，这些费用都要准备要开支的时候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我真的替我的家族们准备好了，甚至我说今天的主轴来在这一档。你看到礼拜三台盛科涨停板、环球金涨停板、中沙差一毛涨停，这些题材是什么？大陆1500亿美元半导体的投资，台币5兆，哎，年底、明年、后年陆续量产，会不会受惠？接到订单，营收成长，你说股价呢？哎，真的，复制冰川、复制台盛科的模式，它在6600点位阶，是不是我都帮你准备好了？那投资朋友，你呢？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怎么样把握这个机会？来来来，真的，中场的资讯非常重要，想把握过年前准备好这些资讯的费用，中场的资讯，好好把握机会，跟上我的脚步，也祝您操作顺利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拄开春，布田唔惊脚手冻，扫落阁爱扫草甲了虫。伫我要挂是热天，规个人晒甲变人干，安尼操劳唔爱怨叹，是祖公阿老的田，较艰苦嘛袂当放。若开力，拢靠做事了后一杯啊玻璃蛋。明仔载开力，玻璃蛋饼。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，经验20余年实战经验。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，集中三档个股操作，专做主升段发动点，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，亚洲投顾最佳选择，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作息这么乱，刷体质胃酸酸的，抓你喝水。仙山净水电解离子整水器，独家针对家中水质调整，分解出碱性活水，简简单单喝出健康。最懂台湾水质，仙山净水。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，经验20余年实战经验。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，集中三档个股操作，专做主升段发动点，快速掌握操作买卖点，亚洲投顾最佳选择，真心专线立即来电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米林的主将，米林马的主地，股圣陈米林，让家厨变大厨。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，经验20余年实战经验，上市柜个股千中选一，集中三档个股操作，专做主升段。